杨笠今天是不说脱口秀的，他其实在脱口秀大会上已经反复表达了他不想说脱口秀的意愿，但是今天啊，还是为我们准备了一个神秘的节目。是什么节目我也不知道，请分会场的朋友帮我采访一下。行，那个让咱问咱就问吧，问问吧。杨笠，你那个神秘的节目是脱口秀吗？为爱你们，为爱你们。丽姐，什么？就是这个节目是脱口秀吗？不是啊，脱口秀就不神秘了呀。怎么？那你为啥不讲脱口秀了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脱口秀这门艺术形式吧，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。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有追求的演员应该尝试一些其他的表演形式，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惊喜。听懂了吗？有点听懂了，应该就是没写出来稿。写出来了，不好笑。住嘴。哦，丽姐之前说她想唱歌，你提这事干什么？你真的提醒到我了，也不是不行，你知道吗？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等待灿烂过一生，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，来一起来，还在人海里浮沉。像我这样聪明的人，早就。就是我问你，你快问下一个问题，快！丽姐还有其他作品吗？丽姐，还有其他作品吗？当然有了，因为像我这么优秀的人，给他堵上，给他堵上。有，不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今天其实真的给大家带来一些作品。今年我拍了一部电影，电影，预告片我都带来了，来，请大家一起看一下，真人真事改编的啊。我喜欢你。我要向他求婚。你就没有喜欢上他？离我的女人远一点。下马上喝点酒啊。我不会离开他的。哇，做梦素材。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反正就是真的很感人。哦，真的一个科幻片。这个编剧的脑洞真大，真敢编。是真人真事儿，真人真事儿。丽姐有没有喜剧相关的喜剧作品？当然有。这干啥去啊？我重新走一遍，等一下。重新来一遍，也太好笑。丽姐有。咱们公司怎么了？
还有吗？没了吧？没了没了没了，连下场都不知道怎么下。我再也不接这种活了，咱走。这个我以为卡岛那个就是最荒唐的了，今天怎么回事了？我想看金晨重新跳一遍这个。辛苦啊，辛苦杨丽啊，更辛苦的是那几位伴舞的朋友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啊，我们说点正经的，有机生活新起点，跨年就要喝经典，感谢懂幽默更懂有机生活的经典独家冠名播出。蓝白 CP 搭配，口腔修护不累，感谢刷新口腔护理体验的云南白药口腔护理品特约赞助播出。蛋总，经典有机奶的方案我已经想好了，保证能够展现大家新年所向往的有机生活。咱们先穿越经典有机牧场，奶源决定品质。你看这天然有机生态下的牛群，向往有机生活就得穿越牧场吗？品牌更贴近自然，跟我一样活力满满。什么这个什么呀？经典有机奶这么高端，还瞎折腾什么？经典有机奶，中欧有机双认证，每百毫升含3.8克乳蛋白，让新年所向往的有机生活触手可得。敢动我的货，脚伸的还挺浪。Unbelievable， 现在的新人都这么不上道了。说我不上道 ，You very 嚣张啊 ！Use the face， 你放下我的速度，我的速度，速度念错了，他不念速度，是碎。无惧前行，自成一道。Puma Sweet 经典版鞋即刻出发，为爱上道。接下来是这样的，我们的机位也会有一位摄像老师呢，随机的扫在场的观众朋友们的脸，当我喊停的时候，扫到了谁，我们就会送一份礼物。哦，我也想要。这些精心准备的礼物呢，都是由坐在那边的嘉宾朋友们啊送出的，虽然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啊，他们是。他们干嘛？首先我们要送出第一个礼物，就是迪丽热巴为大家准备的。好，来，镜头滚动起来。我来拆，我来拆，能看到吗？啊，镜头滚动起来，来，三二一停。恭喜这位朋友，就是你，不要动，坐坐好，坐好，出话了，你站起来就出话了，坐下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礼物是什么。哎呀，哇，哦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知道了，这个恭喜，恭喜这位观众，你会获得迪丽热巴的飞吻一枚。别急，别着急，迪丽热巴送出，但是由徐志胜代为执行。锁定了，锁定了。哇，炸了我！这不行吧？就啊，这个观众，你现在可以站起来了，站出来，现在可以站起来了。不是很想要，不想站起来，观众你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，志胜。还有音效的，还有音效的，好响啊！太吓人了！我天，这个声音好尖！为啥会有？为啥会有这个声音？你这还有音效，还吧唧嘴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可以报你们诈骗吗？这位观众朋友在大喊说：“可以告你们诈骗吗？”陈警官说了：“开玩笑不算诈骗。”